从原料到成型，瓷泥在经历时间洗礼的同时，早已习惯了匠人们细腻的劳作。无论形状各异的泥坯最终能否完成成瓷之路，那些有幸接受装饰匠人用心雕琢的瓷器，必定会披上一身满是故事的华美外衣。根据不同的体积和制作难度，泥坯需要自然阴干和晾晒的时间也大不相同。晾晒完成的泥坯还要经过严苛的筛选，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泥坯只能止步于此。只有完全合格的泥坯才能进入到下一道工序。与爱好相连的工作，应该是每个人的梦寐之选。江姐是个爱花的人，她制瓷的工作也和花有关。哎，老板，这叫什么竹啊？高山竹。哦，这个可爱。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他喜欢花费到和花草植物打交道。姐，你每天早上都要喷花吗？哎，基本上是天天早上和晚上两道。这个植物有充分的这个水啊露啊，它就可以长得更漂亮一些。植物和我们的绘画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你看这个小花，它的层次多丰富啊！有时候绘画的时候就是想找它的这种层次感，这也就是一个实物写照嘛。江姐是釉下青花画师，她的工作是在尚未烧制的泥坯上用苏麻离青绘制青花图案。青花是手工瓷器装饰工序中釉下彩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国瓷器闻名于世的经典发明。缠枝莲花为青花瓷器的上品，美丽的藤蔓上下延展，相生相绕。分水笔的晕染不能触碰坯面，而是让饱含水料的笔尖游离在泥坯表面，以使得烧制后的青花画面具备阴阳浓淡不同的色调表现。想着我所养的这些植物的叶片是怎么弯曲的，怎么被风摇摆的那种感觉，绘画的时候呢就能够表达得出来。江姐喜欢安静地绘制她的青花，就像她珍爱自家的花草一样。而也只有匠人内心的宁静，方能使得画笔下的这根枝条缠得起，绕得住。荡釉、蘸釉、刷釉、吹釉、浇釉，不同的施釉方法使得釉水包裹下的泥坯在长时间的炼制后穿上了瓷器特有的玻璃感外衣。
这也使得釉下的苏麻离青呈现出优雅的青花色。但在中国复杂的手工瓷装饰工序中，有些瓷器釉下的装饰完美烧成后，还并不能完成最终的成瓷之路。这个时候，釉上装饰工序的匠人们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斗彩瓷器也是中国手工瓷传习了几百年的经典。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亿港元的高价成交，也使得中国的斗彩瓷器再次印入了全球藏家的眼帘。在已经烧成釉下青花的瓷胎之上，用吸附性更强的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填补釉下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一件完美的斗彩瓷器要根据颜料属性和绘制难度反复复火多次，才能得到最终的成品。烧成后素有釉下彩与釉上彩斗艳斗美之态势，故称斗彩。在闻名于世的中国釉上彩瓷器之中，瓷胎之上的装饰以粉彩居多。对于爱瓷之人来说，得到一件符合心意的粉彩瓷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近这段日子，开青花瓷器作坊的方丽正在为挑选一件满意的粉彩瓷器煞费苦心。你都是几十年的搞板你做了？走路不行了，画工太差了，胎子也不行，不够透，不白。乖，别上，乖，乖乖乖乖，乖，别上。妈，我来的。方丽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也是年迈老母亲的心头肉。每次来母亲家里，都会受到像小时候一样的各种优待。快点叫面，冷的。我你热了，好冻吗？从小受着母亲的偏爱，方丽都记在心里。一件代表心意的粉彩瓷器，是她想送给母亲即将到来的77岁生日礼物。你走了？走了。哎，你在店里吧？你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帮忙画一个瓷器？拿出你看家本领来画哈。哦，那就麻烦你了。中国的手工瓷器自古就用需经手72道工序方可成器的说法来表达制作工序的复杂。无论是材料、成型、装饰还是烧制，每个类别之下都有更细分的技艺专攻。方丽的青花作坊只能制作釉下青花瓷器，并不能制作粉彩瓷，所以她召集了朋友中的能工巧匠们来帮她完成这件粉彩瓷器。你晓得哪里因为中国怕他爱自己自己吧？那你反正把手上的事做好了，就帮忙快一点了。叫你叫，哎，方丽，哎，来豆，来豆，来的来的来的，哦，好，下下。一件精品手工瓷器的制作，工无所不用其极，技无所不用其绝，料无所不用其稀。
就一件粉彩瓷器的绘画而言，瓷胎之上，山石的峰峦峻拔，树木的鹤骨松姿，动物的千姿百态，不同的画面内容都需各自不同的材料和画法，也需要不同的能工巧匠来绘制。请擅长画山石的工匠画山石，请擅长画植物的工匠来画植物，请擅长画走兽的工匠来画动物。为了给母亲祝寿，方丽可算是费尽了心思。就在方丽为老母亲的礼物忙碌的同时，刚刚乔迁不久的李祥东夫妇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多年来，夫妇二人一直从事瓷版画创作，经营着自家的瓷版画店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最近，二人搬进了一间更大的新店铺。然而这次乔迁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喜庆，反而带来的是夫妻二人多日的闷闷不乐。两人的心结正是因为李祥东视若珍宝的一幅瓷版画而引发。在这次搬迁的过程中，由于李大嫂的原因，使这幅瓷版画不慎被跌碎，这无疑动了李祥东的心头肉，导致他情绪低落，茶不思饭不想。相对于李祥东夫妇瓷板店里的无声无息，周云鹤小夫妻的新彩店里似乎多了几分欢快的气氛，这也让他们的新彩作品更显灵动。新彩是釉上装饰的另一门类，由于颜料属性不同，新彩更利于画师发挥细致的工笔画法。在手绘瓷器的创新上，周云鹤夫妻向来不拘一格，而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也从不刻板守旧。夫妻二人原本是师生关系，共同的追求让他们打破世俗，执手偕老。晚上其他学生走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都画画的，所以他也在那里，所以就有了我们在一起单独聊天的机会嘛。因为我的勤奋吸引了他。平时也这样吗？特别古板？就是一板一眼的，他就一直都不是浪漫的。其实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吧。夫妻二人如同每一个还执着于手工瓷器的匠人，守护着他们心中的净土。人都是有依赖性的，你工业发达不等于画画手工会画就好，你工业发达不等于你的手工内胚就好。也就是说，他工业越发达，他们就越会依赖于机器设备，以后手工陶瓷就不会简单的称之为工艺品，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艺术品。绘画的人的那种思维境界也会摄入更多，绘画的难度系数也会摄入更多。我们又是在手工，我们不亚于别人，文化这一块我们也不亚于别人，所以说我们要打上的其实就是手工这一块，手工陶瓷跟绘画陶瓷，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如今周云鹤夫妇不断尝试新颖的题材与画法，如何让这里的瓷器焕发青春，再次融为这座城市的符号，那将是中国当代的手工瓷匠人孜孜不倦的
探寻。虽然他们最新的手绘昆虫题材看似简单，但这种大胆的创意却让古老的中国手工瓷器沾染了些许时尚气息，融入朝夕千里的现代社会。我爸过了以后嘛，我手上不忙的时候就坐在家里陪他说说话。我妈呀，她只要你家里来了客人买了东西了，她就开心，老人家就这样是吧。她生我们这么多，照顾我们这么多，多不容易啊。所以说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把我妈照顾好，影响晚年吧，就这样呗。方丽为母亲制作的粉彩百鹿尊已经完成绘制，今天他要去朋友推荐的田彩师傅家里寻求帮助。你到了家里干啥子？好，大家。嗯，好啊。嗯，这麻烦的，麻烦了。粉彩瓷器的一大特点是烧制后，瓷胎上的色彩画面能够呈现出立体的层次感。要获得这种立体层次感，少不了填彩这道工序。在烧制之前，对绘制完成的一些画面部分，用一种叫做玻璃白的矿物原料进行覆盖，即是填彩。填彩工匠针对不同的画面，都需应用不同的手法，或点或染或浓或淡，这样才能使得玻璃白乳着后的图案在烧制之后发挥出绘制工匠的渲染笔法，呈现出高雅清新极具层次感的粉彩画面。通过朋友的帮助，方丽终于完成了为母亲祝寿的礼物。对于爱瓷之人来说，每一件完美的手工瓷作品都蕴藏着制作者的心血和感情。几天过后，李祥东决定拿起画笔，循着之前的记忆重新绘制那幅心爱的瓷版画。画中的主角是多年前李祥东夫妻二人外出采风时偶遇的苗族姑娘。在多年前的那一个瞬间，姑娘清澈的双眸和淳朴的笑容令李祥东过目难忘。采风归来，李祥东夫妻二人不分昼夜的赶制，将心中的影像留于瓷板之上。凝固于心的清纯形象，浑然天成的民族服饰与自然美景，使得画笔下的女孩栩栩如生。慢慢的，慢一点，都
短一点了。我走一点点。哦，我又靠一靠，再靠过来。往上吗？好，可以。OK。哎，给那个跑完的吧。这么快呀、啊？在中国手工制瓷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成瓷材料还是装饰手法，每个时期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继承与发展。但无论如何发展，在每一尊精品瓷器的画面之中，蕴藏的不仅是工匠们多年练就的手艺，更多的是他们安静的画笔之下细腻的情感。那是对自然的热爱，对往昔的依恋，对未来的向往，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珍惜。他们在匠人的画心之下汇聚于瓷器之中，使得这些精美的物件有了各自留存于世的价值。准备一下饭好没？等我先叫妈就来洗。好，现在按照你讲，我来吧。我把单子拿去打掉的。来，可是叫了好多年帮忙才发出来的。来，好看吧？嗯，来，好多杂路啊，脚快路损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这老欺负我，打地洋糊啦？哪边？嗯呐，好来河边哦。嗯，河边比我还大，因为就比我旺啊，我小啊。准妈准，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啊。